起毛利，更说是八年，两时大吉利，六月下八日，明日就是咱分叫咱的分王庙，有王庙，分父王爷，分父王爷来是众圣时神分，圣大出巡平安要紧，现在由咱分父王爷大神神风兵东北洋会众多车菜主爷，为万咱分王庙。诸水诸神参拜，今日咱的驾神神风是文昌太子、玉皇太子、天元太子、九龙太子以及高车三太子五位太子爷来担任咱今日文武王爷圣驾驾神神风平安要紧，相信在咱文武王爷庇佑之下。高敬的南京尊父王爷带东升去要敬平安，把咱尊父王爷出巡要叫庆赞的口啊声。